着那时的天空，响彻着龙的怒吼，永恒至今的传说，唤醒了沉睡的梦。谁让大地在颤抖，雷电在身边滑落，冲破熊熊的战火，早已不在你伤口，如今怎样的感动，只有你我懂。从从前消失在漩涡，那崩塌的时刻，你说我叫爱慕你，为了荣誉，我的生命燃烧不息。大茶器出工会系的啦，小太太副本送我一个。部落呢？你说你跑这来干什么？啥都没有。你懂个屁。很明显部落来了一个训练有素的团，这么多人还能够如此隐蔽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是吧？不过他们再怎么藏也逃不出朕的掌心。王川，你带几个人去山清镇寻找。暗夜南，你带其他人去修道院寻找。小的遵命。狗毛啊，没人就当副本去了。王川，你敢抗命？好好听银子。嗯，行动。嗯，四分头似曾相识啊。迷路了，还好我见义虚弱复活，不然跑断你狗腿。你说我们现在点个虚弱 buff 能干啥？当然是去找邮箱了，你还想干嘛？奶奶的，跟你在一起就没顺利过。谁教你那么蠢？你要强力点至于死吗？我去，你咋不强力了？非要我强力，我欠你的吗？我已经很强力了。也是在你这个智力范围内勉强算强力了。什么意思呀？没啥，我们看看怎么走。在这边。你确定走这边？那边呀，你带路。妈，怎么这么多岔路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，只有大路才会通向城镇，我们直着走。难得你说自然话，我们走。麻烦干嘛？直接电死！你傻缺啊，没看到这姑娘每次打怪都要先偷钱吗？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吗？你才傻缺，盗贼姑娘是潜行者，只有潜行者才能偷东西。原来像我这么光明磊落的牛不能偷东西吗？你别拐弯抹角的说盗贼姑娘坏话，人家现在肯定还等我们回去呢。我也想啊，这不找不到路了吗？真是的，我们炉石不就完了，波及这么半天。那个炉石你等的。 MT 你真是的。没事 MT， 我陪你一起将二进行到底。傻曼 MT， 傻曼，我想说的是炉石这次我没认。那个 MT 你搞毛啊，那我怎么办？看我说没认而已，又不代表放在我身上，只是放银行了吧。这还差不多，我们快走。奶奶的，这地图看不懂叫什么地图。这次是湖畔镇，看来那两个孽畜一定在湖畔镇了。
你来回走的我头都晕了。哦，这世界防务里斯通纳德不停地在北冲击，看得我手都痒了，好想去一战去。你去了也是炮灰的命，到时待着吧。哦，我也就是说说，闲得无聊吗？再说 MP 哥哥或者彤彤他们倒是随便拿一组嘛。此理，身为圣骑士，居然差点逼我无敌炉石，给我守尸到天亮。好样的，最后一次上天了，集中精神。快集合，分散。快来清理这些骷髅！加好陈鱼，先不要骷髅，就算过了。快战斧，用过了。如果他们不复活怎么办？你们分散，隐蔽起来。太没天理了，居然舔着脸二打一，简直无耻。我们守他们300年。刚才为什么念？我不能拦那么多小怪，后期扛不住的。看来得找个人在骷髅出现前吸引一下仇恨才行。那个谢顶骑士不停奉献刷血试试。好，我们上。MT 你看，地图上写着卡拉赞呢。我早看到了，可是怎么过去啊？你看，我们似乎走过了，应该往上走。哪边是上面？上面那个是暮色森林，我们现在在赤脊山。意思就是我们走错了呗。我们原路返回。奶奶的，都是老子，该怎么伤害反弹了？哪里疼 ？MP 别怕，我复活了。我去，小麦你行不行啊？我发现到了，你饶我不死。我们跑去跑呗，那咋办？哎，没什么机会动真格的，守身了。还好没被守尸。废物们，卡拉赞的手杀没拿下来，留你们何用？看到没，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，跑马的尸体。谁知道他守咱们尸体、啊、我们再去看看那孙子还守咱们不。去就去。等等，刚刚明明是你说的跑尸好吧。我们分头再找一下那个孙子。没找到。Me too。那复活呗。奶奶的，幸亏他没守咱们，不然我就发威了。就你刚才怎么不发威？妈，我这是放他条山路，下次我就不客气了。作为一个正直的牛，我还是会放他们条山路的。
看到没，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，胖毛的尸体。谁知道他守咱们尸体？我们再去看看那孙子还守咱们不？去就去。我们就这么一直等下去吗？那出去去哪儿找？哦，四通那个被攻击肯定有不如之言，我们去找找人手呗。过去只会让事情越来越乱。但是我也觉得过去找找也啥东西啊。哎呀，你们真蠢，我们投票不就完了。那好吧，支持出去找人的举手。你看又被瞎了吧，都是你非要贱兮兮的去怕尸。搞屁呀，少冤枉我，有本事墓地复活啊。你为我不敢吗？小妞复活俺呗。怎么样，我说墓地复活就墓地复活，佩服我吧。切，这有什么好自豪的。你懂啥，这叫做男人。怎么办啊，被守墓地了。他妈跟我什么时候为这种事愁过。你有什么办法吗？那还不简单，我们不复活了呗。那盗贼姑娘他们还等咱们呢呀。那哥也有办法，这回是与生俱来的。什么办法？来哥哥走。准备第三次上天，这次开始处理好小骷髅。快集合，那个秃头骑士准备吸引仇恨。等等 ，OK， 清理掉骷髅，这样保持下去就过。我去，你们不会加着点那个骑士的血吗？要战俘吗？场面太乱了，放弃重来。害怕，脱尸就是你的好办法吗？少废话，快死别反抗，时间就是金钱，懂吗？你说死就死吗？老娘是那种随便死的牛吗？这破差事儿真没挑战性。既然决定出去找，最多也就两个人去。哦，我去，在这待着好无聊。不行，要两个机灵点的去才行。哎呀，那我们还是继续等吧。不然我和盗贼姑娘去看看好了。我投的反对票。哎呀，反对无效。哦，二货列这时候怎么这么机灵啊？什么，我的意思是反对无效，应该我和亲爱的去。盗贼姑娘说要机灵的去，你不是刚刚承认自己不机灵吗？哎呀，可是奸商刚刚夸我机灵呢。也好，猎人和美女去，起码猎人能帮美女挡住几百次攻击。反对，反对，反对无效。想脱尸脱过去，勇气可嘉呀。可让我好找，都拖到这儿了。好，咱们换个人手干这差事，好无聊啊。方砖，我们可是为师父他们拿下手刹铺路了呀。那是你师父，又不是我师父，干我毛事。老东西，差不多得了，交办给你的事办好了没？早就通知阿野南他们去司通纳德了。哈哈，太好了，那么朕就去沙尘等待师父凯旋而归了。他们还没复活吗？真是的，部落太不给力了，居然没人来增援。他妈的，敢上我亲家的营地卫兵，你还快来帮忙啊。哎呀，你们这群和我一样的二货，有本事打死我呀。你们怎么还在这儿？就是路过，来，行了，别说了，盗贼姑娘给你们的邮件收到没？没来得及，收了。先就猎人，然后再说。
这群废物一点长进都没有。哎呀，我们守他们是呆子，忘了来干嘛的。哎呀，猴哥，你说了算，我们赶紧返回卡拉赞，到了再说。可恶，真是不爽。集合，最后一次上天了。这次过掉。跑快点，好不容易躲过一死。他追来了。可恶，脱离不了战斗啊。MT, 我们分头跑，看他追谁，只要一个活着跑过去就行。好。我去，别冲，扎他的卡吧。为什么追我？干，又拖尸体了。MT, 快跑。回去叫人啊，别管我。什么？快走。好好跟着你。什么？你在这儿，我叫人灭他全家。虽然不经打，但还是真麻烦。到了。哦，急死我了，还不回来。会回来的，要相信同伴。哦，我也相信会回来，只是什么时候回来。我们这是被手尸了吗？亲爱的，你真聪明，我还以为他们在默哀呢。必须尽快脱身，想想办法。哎呀，我们墓地复活炉石呗。你傻缺吗？炉石都记在斯通纳德，有意义吗？哎呀，我们不会不如时直接跑吗？亲爱的，你怎么这么蠢？我们墓地复活。5%了，稳住。太好了，近在眼前了。太好了。没有看到坟头， MT 一定顺利过去了。混蛋，放跑了一个，在这儿等下一个吧。3%了，大家别走神。好样的。胜利终归属于我们，看来我们很顺利了。来，让我看看出什么了。 MT 哥哥，那的吊死我了。其他人呢？什么其他人？快和我去救萨曼。就是这样，我们一路脱尸，现在 MT 应该进本了。如此说来，我们还有机会。一次不好心不不坏，一不小心想变成给你，但是我想你，我愿意带给你。怎么会有这么一句话，姑娘在我身边，这句家家给的不朽，穿着尊强装，听说他想你来，有木有？也见过最真的面孔，却越听越像你的指头，每次
喜欢经历，也许喜欢逃避，有时没事倒地，但你却从不离弃。